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 JJ 休斯顿房评。今天我们要来看我的新的系列，就是休斯顿定制房系列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定制房的豪宅是 Newmark 这个建商的，就是我身后的这套，非常漂亮。经常说着说着话就一辆大车过去了，因为这个定制房豪宅的这一个 section 刚只有两套样板间，再加上两套 inventory 的房子，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在建的当中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豪宅的风格。那这个豪宅的售价基本上就是在$1,000,000以上，当然上不封顶了哈。我们先看一下这种感觉大家喜不喜欢啊？再往后我会陆陆续续的推出好多定制房豪宅系列，这是我的第一期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您点赞关注留言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看房子吧。这是 Bridgeland 这个小区的一个定制房豪宅，这个房子是全定制，所以说您如果喜欢这种风格，可以给你设计成很多很多的户型，您可以有很多选择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感觉的房子，超大的铁门，好重啊，好美的大旋转楼梯。You like the master? Yeah, master is so huge. Yeah, and the closet too. The closet have two stories? Yes. Yeah. It's amazing. 这个房子的主卧的衣帽间是两层的。这是一进门的一个大客厅，其实这就是一个比较开放式的会客厅，其实私密的会客厅是在里面的。这是一个小吧台的感觉，往里走，早餐厅，早餐厅的旁边就是大厨房了。这种定制房你就不用纠结有没有中式厨房了，因为你只要想要中式厨房随时可以做。现在比较流行的风格就是这种石英的大理石一直做下去，就是比较流行的一种风格。然后超大的炉灶不用讲了，然后像其实大冰箱必不可少，然后再往这边走，这个其实一个车库来的，然后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换洗室，然后那边也是一个车库，这是一个从车库进门之后把衣服放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就可以这样过来，然后又到了另外一个客厅，这才是主人比较私密的客厅。一般的房子只有一个这样的客厅，但是这种比较豪的定制房是有两个的，一个私密一点，一个开放一点。然后呢，再往里走，就是一个更私密的一个房间。其实这个房间你把它做成放映厅也可以啊，做成台球室啊、健身房啊都是没问题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去一楼的另外一边看一下。在去另外一边之前，您看得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副楼梯，我们去另外一边看一下。这儿呢是一个客位，然后再进去，这个门还是去可以去院子的，然后双开门进入他的主卧，
主，我就是这样一个感觉。主卧最漂亮最亮眼的地方就要数主卧的洗手间了。来看一下啊，主卧的厕所一进门就是独立的浴缸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巨大的洗手台，有女主人化妆的化妆台，有柜子，有非常漂亮的淋浴间，然后有另外一个男主人的台化妆台，然后再看到这 closet两层的这样的 closet， 就让你有一种小时代里面的富人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但是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两层的 closet 非常好看，可是有一点就是作为女性的我，让我走楼梯上来然后找一件衣服然后再走楼梯下去，我觉得有点累。但是如果您想装电梯的话，这个地方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可以给您装成电梯，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两层的 closet， 非常美哦。而且如果您觉得这个 closet 小了，这个衣帽间小了，完全可以做成更大的衣帽间，因为这是全定制嘛，什么都可以根据您的喜好来。哇哦，美！现在呢，我们先可以去二楼看一下。到二楼的一半的位置呢，是有一个书房，这个书房是做成了办公室，看这个大窗户，在这打个麻将喝个茶爽啊。然后再往前走，这个地方这个门其实是不能打开的，这是一个通往阁楼的门，所以其实它这个二楼只有一面有房间。我们现在就到这面看一下，一个柜子，然后外面就是一个阳台，从阳台看出去就是看得到院子。我们现在去阳台看看。看一下它的院子，院子做了一个漂亮的方形泳池，不仅有泳池的部分，这个部分也非常大，所以整体的占地是很大的。但是定制房的占地就是你还可以选择更大的，或大或小都是可以选的。然后这个 section 都会是定制房，现在还没怎么建得起来，所以看起来比较荒，但是等建完了之后就非常美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去咯。到了这边之后呢，就看得到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客厅，然后它的二楼其实就是一个放映厅。这个放映厅那是叫一个帅，这么大，然后再往前走呢，就是一个卧室，卧室带洗手间，都是套间。然后一个非常大的卧室，这卧室真的基本上就是赶得上很多房子主卧那么大了，这种感觉。然后我们再去二楼的另外一边看一下，你看从二楼的副楼梯上来其实就是这个位置，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副楼梯。我们去二楼的另外一面，也就是这边。这边呢有两个卧室，这个门是进洗手间的门，所以从这个洗手间进来，然后呢就到了另外一个卧室，这是一个女生的卧室，哇，床是这样摆的，好个性。然后再从这边出来就到了隔壁的卧室，那这个卧室
其实是带洗手间的，所以这边就是套间了。来看一下，哦，好漂亮。然后这就是主卧另外一个卧室的洗手间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楼上的整体构造，也就是说楼上有三个卧室，楼下有一个卧室，是这样的构造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定制豪宅。如果您对您的房子有各种各样的设想，可以随时告诉我，因为定制豪宅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想法设计您所需要的一个房型。期待我的下一集定制豪宅吧。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，或对我介绍的各种投资房感兴趣，欢迎加我微信，关注微博联系我。我是 JJ， 我们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